上的留言，西瓜上说什么啦？我今天的花了点小心思，首先呢，是我戴了一副非常看起来非常雍容华贵的耳环，对，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刚这个亮晶晶的闪钻没有？对，它主要起到的目的是什么呢？谢谢西瓜上，就是我觉得有一副非常雍容华贵的耳环，可以提升我整个人的气质。当你们把那些奇奇怪怪的弹幕打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呢，你们就会觉得不合适，空气中好像飘着什么东西，让你没有办法得知我的邻居安全到家了，非常的安慰。然后你们懂吗？就是当你们看到一个人他的气场非常的弱，你们就会欺负他，霸凌他，虐待他，大家都闻得到那味儿。但是呢，当我整个人体现出一种端庄优雅又很高贵的气质的时候，你们就没有办法对我发出那些奇奇怪怪的弹幕了。所以呢，今天只要是起到一个心理暗示，你这开瓶器是怎么挂耳朵上的？谁他妈这是开瓶器？就还是有点用的，还是有点用的。有没有这感觉？就是啊，比如说我把头发扎起来，然后上面戴个蝴蝶结，你们就觉得这主播特别好欺负，然后你们就会死命的霸凌他。对，那个被霸凌者就是我。但是呢，我把头发一披，气场很强大，啊，配上一副雍容华贵的耳环，有用吗？不会啊，这耳环也没好几块钱，这也不太值钱。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在直播摄像头前面，任何，谢谢六六告辞。就是值钱不值钱这回事情吧，没卵用的，你们懂吗？我就它甚至连颜色都没有用。我今天开播之前试了一下，就是我想换个眼妆嘛，因为前几次直播的时候还有小伙伴问我说妆是怎么画的，然后呢我想每次都画一样的妆很无聊，然后呢你们再听我说嘛。啊，什么叫散了散了，今天不直播，坐在这儿的是鬼啊。主播这耳环可以放声吗？不能。然后呢我今天就特地那个送到了我新买的一个紫色的眼影，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因为不打广告，所以不给你们看什么牌子的，就给你们看一些颜色。看到没有，它那么紫的眼影盘，它是纯紫色，它不是粉紫，它就是紫色。哎，你们敢相信我今天画的就是这个紫色？有没有感觉出跟平时的区别啊？有吗？没有，那就对了。我再也不花钱买新的眼影盘了，反正直播看出来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之前用的眼影盘是这样的红色。是这样的颜色，诶，是不是感觉很像我现在用的颜色啊？错了，我现在用的是紫色。我每次都这样骗自己，我只要换一个眼影盘，我就会看上去人不一样了。我只要换个口红颜色，我就会看上去更可爱一点。我只要换个发型，我整个人的，对，就会让人耳目一新。屁嘞，都没用的，都是假的。甚至我今天戴了这个雍容华贵的耳环，也没有让你们对我嘴下留情。我要脱了它，走他妈的，有卵用啊！真的，是不是因为它不是真钻啊？它要是真钻的话，哎呦，哎，生气，脱掉，脱掉，脱掉。它有什么用？
所以呢，你们不要，对，就是不要吐槽说我直播永远是一模一样的样子。我今天画的真的是这个紫色，看到没有？我用了这个，啊，我今天才收到的，这是我用过的样子。再看看在我眼睛上的这个玩意儿，来感受一下。我去他妈的，感觉都是骗人的，都是骗人的。你到一边死一边去吧，这眼影们。让我掐，你觉得这像广告吗？嗯。我告诉你，如果这是广告，嗯，就这个滤镜，就这个开了之后，连品牌方亲妈都认不出颜色的滤镜。我不赔钱就不错了，还在广告。好吧，这个滤镜，紫色拍出来是他们红色，红色拍出来还是红色，咖啡色拍出来也是红色，大地色拍出来是红色。就连我之前学人家小仙女画的西柚色，画出来也是红色。把滤镜关了没用的，我试过了，是我这边灯光打的关系。我除非不打光。我如果打光的话，这些东西怎么都一样。关滤镜不行，关滤镜你们关滤镜之后会得到一个，就是又丑又胖的，又丑又胖的那个模样。谢谢乐乐告辞，里边刚给我留言啊，最终我还是想做排名的回来。你的 QQ 名字是李爸，怕你不知道，跟你说一下。好啦好啦，给你们开始做放松，理疗，理论上可以诊疗的视频。我看一下啊，换个 BGM。每次开播都要讲几分钟废话，我已经尽量让他的时间缩短了。你们能感觉到吗？我以前开播之前讲大概30到50分钟的废话，现在才讲几分钟，我真的有努力在减少自己逼逼叨叨的时间。谢谢王先生，谢谢厌恶旧梦，谢谢心仪爱吃红烧肉。好啦好啦，谢谢猎人的么么哒，不介意，我还是挺介意的，因为有一说一，我经常，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我以前直播跟大家说过的，就是那个，就像有时候你跟朋友聊天，就一群人在的时候，然后你偶尔你看着他们聊，你说你们这帮人，我偶尔说两句，哎，当你偶尔说两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说的话非常。非常经典在理，但是当他们把话筒放你嘴里，然后整场都你一个人说，大家都在听你说，你就越说越觉得自己是个傻逼，就越说越觉得就是我怎么想得出这样的话，我不是这样想的，你懂吗？我跟你们聊天如果聊的时间长了，我就会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口红没涂好。有人跟我一样吗？就是保持沉默的时候觉得自己睿智的不行，但凡敢说话都觉得想打死自己。我说话声音本来就这样的，本来就不是很可爱，就是小声说话的时候听不出放声说话其实一点都不可爱，所以我一般录视频我都不敢放声说话，我怕大家知道我的声音一点都不可爱，然后就取关了。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会跟想象当中不太一样。好啦好啦，开始吧。这 BGM 声音响不响啊？正好吗？意思就是你不说话就没人发现你是个傻瓜，就差不多吧。我只要闭嘴，就是你知道吗？我只要静静的坐在这儿看你们讲话，我不讲话，不暴露自己的弱智。我说我智商200。情商2000，你们都不能反驳。比如说，我现在只要坐在这儿，
是外卖小哥的声音，我听到了外卖小哥的声音，那代表很快有人关门。等一下，我先把你们捂住，待会会有人关门。关了吗？他关不关？等一下。我承认我有三个娃，比克拉比克拉比克拉，谢谢白桃波波洞，谢谢宠溺还有香蕉君的礼花。好啦，今天呢在这边待一会儿，睡着明天醒过来又是新的一个星期啦，又要笑着面对操蛋的每一天了，真的蛮难受。谢谢大家的小星星，谢谢白桃的比心。这个 BGM 好像有点抢戏，就是听就不是很和谐。看一下啊、我先换一个，这个怎么样？有一个我以前很喜欢用的，找不到了。我说到找不到，你们知道吗？我自从换了沙发之后，我的沙发就像一个很神奇的白木大沙发。这沙发真的是白木大沙发。我现在发现我做的那个道具，就这个厨子的吸管，有一根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晚上好啊，然后我的那个凡士林也不见了，那么大一罐凡士林不见了，还有我一直戴在耳朵这儿的那个小耳钉也不见了，然后我的直升机也不见了一座，就莫名其妙的，各个体积都不小，除了那个耳环。谢谢，我承认我有三个娃的，喵喵喵。真的，我到时候研究一下，我感觉这个有点问题。别的东西我能理解，凡士林那么大一罐也能不见的吗？就离谱。谢谢比了个零，谢谢 ST 的天空之翼，谢谢你的天空之翼。再听一下，沙发真的睡着了。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我掉了的东西啊，我掉了一根，我掉了根棒棒，掉了一瓶凡士林，可以起到润滑作用的。掉了一个可以吸的棒棒和一个可以戳的棒棒，掉了一瓶凡士林，掉了一个耳环，就在这个沙发上。我大概知道这些东西被拿去干嘛了。现在我家里有两个沙发，因为那个老的沙发还在边上，因为 我找不到人把它收走，我也不知道往哪儿丢，所以那个沙发现在贴着墙壁放在另一边。所以就是我的新沙发戴上了我的耳环，趁我晚上睡着了，跟老沙发就在玩什么奇怪的游戏应该是，然后这游戏会用到一个用来吸的棒棒跟一个用来戳的棒棒，还有一瓶可油油的凡士林。我要装个摄像头，我要装个摄像头。我如果能拍到我两个沙发之间的这种，我就火了，你知道吗？我如果能拍到我家的沙发干嘛？我做什么对吧？我开什么采耳店啊？那我做什么助眠啊？我要靠我家这两个下流的沙发，就你懂吗？这个起码500万粉打底，
谢谢，我承认我的三话。我他妈都
们现在那现在不能看到手，不能看到手，不能看到设备的情况下，会真的很诡异。感觉一下，还好我很早之前就练就了做这些声音，就手摆动的频率很小，你懂吗？不然的话就很诡异。诡异，不知道以为我老寒腿又犯了，又在那儿吹对了。
那的确是他呀。不是，我去其他直播间看过，其他直播间一般就画面比例里面是人比如那么大，对吧？这个东西就这点，我的比例里面是人那么大，这个东西那么大。那我现在不能录那一部分，那我只能把图也调到那么大，这样才能整出那么大的。谢谢黑色地球星，比克拉比克拉比克拉。
那么这一分钟之内走了的人，那的确，那的确是坏人。看了超过一分钟的，能忍受这个奇葩见面一分钟的，我觉得都不是坏人。谢谢欲望，谢谢雷雨。事实上就是在越来越胖呀，我怎么有逼脸讲得出不会的？我今天晚上还吃了，就是咱们家附近新开的一个东北菜，还吃了小鸡炖蘑菇，然后点了个米饭，点了一份水饺，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红烧肉炖酸菜粉条，再加一个青椒土豆丝。
还有一个番茄鸡蛋汤，我凭什么在这里叫我不会越来越胖啊？但我不是一顿吃掉，就是我吃完之后放在那儿，然后等下播了再吃。
睡了是另一个声音，待会儿做给你们听。我发现一个特点哎，就是我小黄瓜一个主要做声音为主的 UP 主跟主播，当我认真做好听的声音的时候就是好像直播间的礼物并不是很多，当我说骚话的时候比较多，但是骚话说多了呢越容易被骂，就更多的人容易在这个直播间待不下去，骚话说少了呢礼物又少，我太难了。等一下，困了就睡呀，别硬撑着。困了这东西就跟你们懂吗，就跟有便秘的人想上厕所一样，就是你这会儿困了你就是不去睡。谢谢吃不饱的小胡瓜，我一般人睡着就是你如果现在困了你强行不去睡，这就跟就是你肚子有点痛，一点点痛，但是呢你强行不上厕所你就憋着忍着，然后去忙别的事情，过一会儿你肚子不痛了你可能想去上厕所也没有呢，你懂吧，就你这会儿困了你就这会儿赶紧睡，千万不要等我之前熬夜就是这样等出来的，要觉得现在这会儿有点想睡然后又觉得太早了，大好的时光应该拿来看美剧，然后错过了之后就200个建章了，还差最好14个，我待会儿要不自己上一个，那就是还差13个，有没有人要上个传啊，我给你们做个爽一点的声音，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可以考虑。谢谢草莓，那我用这个声音贿赂你们一下，几个小可爱是股东，我给大家
间有孔雀毛，让你很快的在里面打转，声音有一点点响，但是它有那个冲击感。谢谢 Cherry Ice， 谢谢小冰块，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谢谢 Cherry Ice 的舰长，谢谢大家。我以前直播的时候，就那时候就是人气特别高，然后还挺火的时候。86个呀，但是没想到就是现在，是因为我，你们感觉到我的诚意了吗？是80多对吧？为什么你们记得比我清楚？60多个有一个，之前就是我直播间见。那种你懂吗？就是虽然我
是什么百万 up， 但是为什么找我恰饭的都是什么，要么说是给我送两罐蜂蜜，给我个人送两罐蜂蜜，然后说再给我寄另外20罐蜂蜜拿来送给粉丝，让我帮他打个广告。这我60多万分啊！你知道吗？我之前还认真点进去看过，他们家蜂蜜卖20多块钱一罐，然后说给我个人2罐，让我抽出去20罐。我说那费用部分呢？我说虽然我没加过饭，但是一般你们怎么算的？你不要骗我，你告诉我一下行业里的那个差不多的数字，我要的不多，就一般我这个粉丝量是多少，就哪怕少一点没关系。他跟我说啊，像这种合作我们一般不给费用的。就这是我问的大概第三个，前面两个真的也没好到哪里去，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大家的粉丝是怎么加的。我60多万粉，就2罐蜂蜜，除非它很好吃，就很好吃很好吃那种。是吧？
就是我有200个建章啊，200个建章，虽然现在还没有，但是就讲不定，讲不定很快就有就有排面了，比克拉比克拉比克拉，上200我还没排面吗？这里有点吵吗？你们听着觉得吵吗？吵的话我就换一个。
我要先接过一次，真没那么难接。就比如说，比如我的眼睛，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双挺正常的，挺正常的人类眼睛，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我使用某某某品牌的眼药水之前，曾经我的眼黑非常的小。你们有没有看过柯南？柯南里的小黑每次就对就那个比例、自从我用了他家的眼药水护眼仪，自从我用了他家的护眼仪，我的眼黑越来越大，再大就有点不合适了，然后我就赶紧停用了护眼仪眼药水都行，护眼仪眼药水都行，美瞳也行，就是眼霜都可以，知道吧？我粉感都想好了。Thank you.
谢布布。如果不小心被发现了的话，我也会很认真的跟他们说，就是不要来看我的直播。因为你想想看啊，比如说你的妈妈啊，或者阿姨，或者舅舅，谢谢振宇的喵喵喵，来在你真的说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跟大家讨论一些奇奇怪怪的话题，就正常人大家见面聊天不会聊的那种话题。比如说我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个话题，对，他进来看着你但凡想到自己认识的人正在屏幕后面看着你，你就放不开了，你就没有办法为所欲为的去发挥自己，就是脑子里面想到的任何天马行空的东西，你就会束手束脚的，懂吧？哎，我怎么讲好像感觉我的直播像是那种就那种不正经不正常的那种直播，讲的像黄渤。不是，是有时候就你一想，比如说你一想到自己的妈妈在看直播，你就会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你们懂我这种感觉吗？但其实你脑子里面有一万个不正常的想法，你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万个不正常的想法，但你想到自己老妈看着，你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了。谢谢，不再吃了。
们说有人去店里，所以我至今不知道是哪一个，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不在的时候粉丝到店里了，他们到店里会有时候跟采儿的小姐姐聊聊啊什么的，然后因为在这边老说之前老说什么就是开玩笑的嘛，对吧，说主播什么粉丝都是死变态啊，主播开车啊，对吧，其实这个都是一些就都是个梗，然后不知道是哪个小天才跟我的小姐姐聊天，说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那个就是你们老板是发视频的吗，然后是他们跟我说是两个人一起去的，两个男生，有一个说哎他是主播哈，色情主播，就这个事儿我尴尬了很久，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我真不 你们知道吗，就等我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是有一次，而且不是这个事儿发生完他们告诉我的，他们可能因为他们不接受这些信息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个梗，然后他们听了觉得很尴尬，然后呢还帮我藏住了这个事情。是有一次我跟那个小姐姐聊天聊到这个，然后她才跟我说，她说有一次那个她说你不在，我见到你，哎姐夫晚上好，说见到那个你粉丝，那不过他们都有说就是我粉丝大部分人都也不是大部分，目前他们没有遇到过就说我粉丝有那种特别难弄的那种人，说人都性格很好，就是他们最喜欢碰到我粉丝的，聊得也开心，然后性格都很好，而且都很讲礼貌，但我不知道是哪个小天才居然跑到线下可以说出一句的你不知道吗，你们老板是主播色情主播，不过无所谓，这事儿都过去了，反正当时听到的这个我不知道他信不信我说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相信我跟他说的我绝对不是色情主播，这个
约头。对，到时候来我店里，我免费亲自上手帮这个小伙伴掏个耳朵。但是过来你们，但是如果来的话，我会叫出那个小姐姐指认一下是不是你。是你的话，我小黄瓜亲自帮你掏耳朵，不收你钱啊。
怪怪的，不是应该听起来软绵绵软绵绵的，然后就小小的一口，听起来有点像是就被吓到的那种 小动物，就一下那个，不应该是那种声音吗？就像那种小鹿被吓到的那种，丢一下。单双好不舍，就是一点可一点。怎么回事啊？啊，我喝个水少了400人气。啊，我古董那口走了20000，然后葫芦噜又走了20000吗？哎，别走啊！这那么好听的走什么呀？我就喝了口水少了400人气。20都没到，说好的50万人气妥妥的呢，今天20都没到。声音有那么难听吗？比这声音难听的多了去了呀。真的，我就喝了口水，这点时间400人气没了。这点点就经受不住，
真的气人。谢谢，谢谢阿姆西，谢谢威龙。这纷扰的事情，那不然怪什么？肯定不能怪自己太菜啊！我就算真的挺菜，我也不能怪自己太菜。好吧，就说我太菜了。给大家做一个菜鸡才能做出来的声音。关心伙伴不够变态。来，呼，什么声音？兄弟们，走，这个主播怪我。好吧，我给你们做个好听点的声音，看看能不能把大家弄回来。前台小姐姐不干，他们都不干，不能让他们干。我不想努力了，我坐在这里不动了，我不想努力了。限制肯定限制了一点的，而且不止一点，就我知道的。谢谢粉先生的。谢谢粉先生上站，限制肯定限制的，毕竟我现在相当于什么都没签。官方那个其实现在也就是挂个名头，但是这个也有点离谱了吧？哈，我好歹快200件了，直播间弹幕那么多，那么多人进来信任我，听我的哄睡，然后都快一点了。一点点想睡的想法都没有。谢谢粉先生。你们懂吗？就是有很多事情。
只能笑笑，起码笑笑，我还能捞得一个，就是脾气心态挺好的妹妹。妈卖批，难受。谢谢梦中人的见证。大吼一声遭殃的不是你们吗？我干嘛对你们大吼呀？
三十个人的班级，能打的就二三十个，在一个二三十个人的班级，考了12名，我一定不会跟他说，我一定不会跟他说，很不错的，你有12名。算了吧，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连12名都没有呢，唧唧歪歪什么呀？对孩子要求那么高干嘛？不会我连孩子都没有，我在这跟你们聊这个干嘛？谢谢冲动，谢谢陈浩，我连孩子都没有，我在这瞎说什么东西呢？给你们做个末儿手，天天陪你们讲讲的时间久了，我都有那种妈妈视角了，真的有毛病的。你们别天天这么说，说久了我都有那种考虑事情的那种逻辑了。
还有4分钟呢，不急，没事。都是机器人抽奖，不会啊，要有粉丝寻常才能抽的，应该不存在有那么多机器人。都是小号倒是真的，我这不全是小号倒是真的。你们那儿看得到参与人数吗？现在在直播间的看得到吗？有多少人参与了？看不到，我这倒是能看到。哎，我看得到，你们看不到。就有一种就是，这有什么优越的？妈妈比我是主播。商量了一下，然后我把这个转给我的房管，然后
数是四位数的，就是这会儿这个直播间啊，而且还是有粉丝寻常的。我好像知道别的平台是不能说后台数据的，就说个大概，刚刚参与的人数是四位数的，对。而且我设置的不是所有人抽奖，是有粉丝寻常的，所以这会儿人应该不少。五位数，你们知道五位数的直播间是什么概念吗？真的，你们如果自己做主播就知道了。五位数的直播间，我每过一段时间这样抽一下，我就能一直知道我直播间到底有多少人了。而且现在已经12:30了呀，我都快下播了。我要是11点钟左右抽的话，对吧？差的不远了，这个7:09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每次知道的成本好高。没事，就请兄弟们吃宵夜了。我的天哪，四位数在我眼睛里就是